现在这个过程不好防，然后他们人又少，然后咱们就这个时候冲击他们。我说了嘛，打转换啊，打转换来。弱侧中锋收一下，我帮你们协防就行了。对，一二三，加油。The center on the weak side, you should help. Wait, say it again. I said, yeah, defense. Yeah. You're in the weak side, and yeah. You should help. Bad. 现在22-22。王兰青一个胯下过掉，进来之后转身墙上投篮的犯规。王兰青转换的时候，咣撞人一下老狠了，还挺有劲儿啊。没事，好了。第一罚命中，16。哎，防守。防守！没有！哎，犯规了！拉手了！边线球！防守！两边压力！迪亚对一下王兰青。哦！他寻求掩护在右侧远端，底下给到中间来，再慢。走！三打一，三线快攻，傅永昌，篮板五五，这次是第二，回板，找到周大力 ，yes， 钻石，第二和周大力的连线，这个两分拿到，不用过了三秒。现在突飞猛进，再次回到领先位，给到卡米兰。走开！大力好球！换人！卡米兰，这次上来的延误对方。高锦旗，一打一，篮下转身要两分，好球，稳稳打中。谁的？拥有往里掉，这次找到篮下，看看给到底角位，胡忠阳能不能再有三分？这次投的短了，又是低了。迪昂在场上也许是最积极的那一个，哎，没事。胡东阳这个把球拿回来 ，OK。哎，防守不行了。再来，做十。还有两分钟时间。哎，大家也可以跟着节奏挥舞起来。五五五，王兰青，哇 ！What a move！ 这是一个个人秀，王兰青一人闯入敌阵。两分拿到，21-20。回防。这是一个个人秀，王兰青一人闯入敌阵，两分拿到，21-20。哎呦 ，foul 犯规，你换那个77。77。对，刚才防守下面都漏了两次啊。换人，他回了，我找不到人了。要说话，要说话。CBA 的信号。小心，他要兜出去了，看看往远端给这球，逼他，还是迪昂拿到啊！右手，这个刘传超上来就给迪昂很好的身体对抗，迪昂往里压着走，走，又是篮板王傅永昌把篮板给摘下，看看王兰青推进，这下呜，这传球很隐秘，但是这个上篮的位置并不好，给出来三号卡米然一对一。在中间，再给出，哦 ，no， that's turnover 失误，啊，传的不好啊，这个球，哎呀，比分还是21-20，现在运球进攻的一方，幸好，哎，协防，要一个一对一，左手来打傅永昌，背狗已经大爆，卡米然，这是刚才救赎的机会，两分跟进 ，nice。王兰青上球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对，哎，右手，防守，迪昂背转身之后，看看上下步再转回来，迪昂个人能力回应刚才潘敏然的快攻两分。哎，给到胡锦，不要这么打。23-20，还是深藏不露。
一分的领先。王兰心基地再找费永昌，走步。费永昌在下球的时候先走步，真软，谁补你都是小个补你。还有不到一分钟四十三，遇到小个他妈不敢上，那么软。哎 ，two for one， 掉 ，two for one，two for one。看看谁能够在上半场结束前快打一个获得领先占据优势。周大力毫不犹豫来了，周大力这是一个投手在底角三分拍手，周大力冷静底角发炮反超比分。 No foul， 不犯规不犯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哎哎，看表看表，现在突破猛进获得了领先两分的领先，25-23，王兰心自己决定给回应。违反违反，现在这是一个继续扩大优势的机会，杨文友给到迪亚，迪亚背哇，主要是张强有问题，哎没有犯规，没有犯规，没有犯规，他这打球啊没有犯规啊，那这球是吹到了犯规。哎，篮板再加一个。注意一下，你跑这干什么？别着急，快下。哎，他进来了。哎，教练进来了。这不就是犯规吗？我说他上场了。我还以为教练这时候要换球衣上场了。哎，能暂停吗？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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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停。Time out， 暂停。13秒，两点接应，以王兰心为主。不管怎么交换，他肯定俩人防王兰心或怎么样，掩护去接这个球，接完球另一个锋线马上快下，两个中锋在这儿挡拆高一点，把这个冲击力让他发挥出来。你现在啊，你现在要把自己当一个四号位，因为大个是防你，你知道吗？尽量你去跟那些他呀，防他仨的人去给他们挡拆，他们因为换完了以后防他们是大个，他们可以突破。如果小个防你的话，你看还可以打内线，你跟他一挡拆，你俩就正好换回来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你看吧，哎，我是不是必须得加分了？我们要加分，加分，加分。深藏 bro 加上他们在之前。3v3试炼战当中获得的三分附加分，13秒，卡米尔可以自己接，没问题。要不要换挡拆？啊，高一点，高一点挡拆，高一点挡拆。哎哎，加上之后26-26，王兰心。哇，好球！王兰心。防守防守3秒，王兰心这一下压哨，28-26，现在不肉在第一节结束前获得领先。好，第一节比赛结束。像王兰心这种，你越逼他他越过你，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守住三分线，还能防一下。对，太软了，软软软，不敢要球，不敢承担责任。你看人家防守咕咕咕全是，对，咱们的压力要抢你们的球的，而且人家的执行力要比咱强。他一大四小的时候，人家说换人真换人的，胡春芽打四二位防你们后卫一样防，你们谁好攻了？你短挡拆你好攻吗？再一个有反击打，我跟你讲，不加这三分，咱这一节输一分。球风偏软，我希望我的队伍是非常强硬，啊，意志力非常顽强，啊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大，而且不惧任何困难，不惧任何对抗，不惧任何。这种不利因素的这种，这种钢铁意志嘛。哦，篮球是一个硬碰硬的一个运动嘛。对，当你太软的时候，就是被大家吃进去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有一种 protection， 你要去跟你说，我们没那么容易被你们打进来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要给他们知道的一种态度。对面其实打的可能比我们更拼一点，他们。篮板冲得很凶，就算我们拿到篮板，他们也还在下面去抢我们的球，后场给我们身体压力比我们大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开始一直没有掌控主动权的原因。因为其实对手给了我们很多的防守的压力啊，进攻端就是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，但我们其实表现的不是很强硬，可能对方一发力我们就有点避着他走，没有给出很有力的回应。
好，各位，马上开启一 v 一追击战，现在要请两支球队商量出战选手。我上啊，好哥，我相信你，加油。